北士林三十年小摊子招牌萝卜丝饼，口感清脆不油腻，甜蜜蜜的红豆饼最适合当下午茶点心。台北北投鸭肉料理店去骨鸭腿饭搭配半熟蛋，超级诱人。当归鸭面线汤浓肉鲜，让人一吃回味。台北复兴南路上的意式餐厅，每天现磨小麦做意大利面，慢炖烟熏牛小排宽带面，每一口都吃得到饱满香气。请锁定本周日晚间8点的非凡大探索。